雪啊，一会儿你把这个东西送过去啊。这里都是好吃的，你就说是你做的。啥意思吗？哎呦，我跟你说吧，妈在那个电视里看啊，人家说了，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就得先抓住他的胃。就说是你做的就行。我不去。哎，这孩子怎么样？雪。不用老听你妈的，这电视上天天叨叨叨叨叨叨，你要这么说的话啊，那个天下的厨师最吃香了。你都嫁个厨师去啊？你怎么老跟我唱反调呢？不是，我妈是说啊，就从饭开始哈，你得跟她一块约她出去看个电影啊，一块聚聚吃个饭啥的，不然她不就让丁香给约走了吗？你看你，爸，管管你老。 别让他总给我添乱。不是你妈，我怎么给你添乱了？你把这拿上。哎，雪，你干嘛？雪，快跑啊！你干什么啊？你怎么总跟我不是一条心呢？我啥时候不和你一条心了？你现在就跟我不是一条心？那你得办靠谱的事儿啊。走了。我告诉你，夏老师，你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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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都没有鸡蛋吃。把新的工作计划复印好之后发给大家。嗯，哎，老夏来了，来，咱们开会吧。嗯，别，这个三不沾买果树的钱我出。咋了？你替他们？我是他们的领头人呀，我得负责呀。啊，不，这两村合并之后，我是村支书。 我的责任更大，应该是我负责。是啊，你负责，我出钱呀。你跟我计较这个干啥？三不沾，只要能够脱贫，我们俩谁出钱不是都一样的？这钱你先拿着。哎，你们刚刚搬迁过来，要用钱的地方多着呢。啊，我想这个钱必须我出。二位领导，这样吧，这钱呀不能让你们俩出，我也出一份。我也出，我是三不沾的帮扶干部，我出大份。这样吧。 我也出一份，毕竟咱们仨一个小组的嘛。行了行了，你们都别说了，跟你们没关系。这个钱不能由你们出，好吧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是65万啊，咱俩一人一半，我先给你垫上。哎，老夏，你今天非得跟我啰嗦这个事儿啊？咱们后边好多工作等着讨论呢，要老啰嗦这个事儿，后面事儿还管不管？行了，就这么办。哎，老夏，这样，书记，咱先聊工作吧。行，先开会。 你说这三不沾啊，也不知道哪辈子修来了福分，还让那个书记亲自掏钱给他买果树。以后啊，咱也要多做好事，指不定哪辈子就会有福报。嗯。哎呀，这天怎么这么热啊？要不你先歇会儿，我来干。哎，没事，一会儿就完了。啊。嗯，喝水。这是干啥呀？原来不了解情况，对你们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今天给你们赔不是。 哎呦，三不沾，你还会赔不是啊？我以为你只会耍赖呢。行啊，哎，正好天热了，咱喝点水，歇会儿啊。那你们歇着，我去干活。那行，绳子给我。行吧，给你。哎，咋看着没那么讨厌了呢？啊？这你对人家好。 人家就会对你好，以后啊，好好做邻居，别有的没的瞎吆喝。谁瞎吆喝了？刘主任，刘主任，文件。哦，谢谢啊。丁香。啊，那个小熊挺可爱的。 谢谢啊！哎，东桥，你找机会把这钱交给夏主任，好吧？这个您可能有点为难我了。夏主任那脾气您还不了解啊，他肯定不会收的。你想办法说服他，这钱不能让他出啊。
水不经意间来到眼前。金山大三，哎，吃肉，我跟吉祥今天请你吃肉，来。什么什么？哎呀，你说你们俩现在都有事儿干了，就我吊儿郎当的，啥也干不成。家里娃还等着我挣奶粉钱呢。你不是要大棚养花吗？龙桥是统计了户数，那不是没盖呢吗？等大棚下来你就有希望了。棚下来我看跟我也没关系。秀秀啊，想让我在石头城里做点小买卖呢。那就干吧。啊，赶紧吃，要不一会儿凉了。这个不好吃，要不吃我这个。怎么着？烤的啥肉吗？羊肉啊。这饺子没味儿啊。你们吃吧，回家。啊、你不去医务室了？我没病，没病咋能吃啥嘴里面滋味呢？太好吃了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来，说看看热闹去。知府的身边，放眼望去，万亩良田金灿灿。只念生活进入了妈，要不你也上去跳一个？我不。这站到上面扭来扭去的，就让人看见跟个老妖精似的。这怎么跟老妖精似的？人现在城里都跳这个，是吧？有几个广场不跳舞的？哎，要不我给你找凤凤婶去，跟你一块儿跳。你凤凤婶那更不行了，她比我还保守呢。看看吧。你看你凤凤婶了啊？没有，我在找呢。妈，你先待会儿，我去找凤凤婶啊。我呀，找你有点事儿。啥事儿啊？你把这个呢，交给你爸。这是啥呀？这是你爸给三不真垫的钱，赵书记千叮咛万嘱咐，让我交给他。可是我这想来想去吧，我要给他，他肯定不要，只能拜托你了。哦。辛苦你了，客气啥？哎，你看那个夏雪和东朝两人是不是又复合了呀？哎呦，啊，复合什么？人家两个在谈工作呢。谈什么工作？他俩又不是一个单位的。我看呐，他们俩就在谈情说爱呢。算了吧，哪有人在大广场上谈情说爱？怎么行？就是在谈工作。你是不是对他们俩谈恋爱有意见呢？啊？根本就不是谈恋爱了，菊英，你是不是相中那个东桥了？哎，我还就相中他了啊！那你快点去找媒婆呀，让媒婆给撮合撮合呀！妈，婶子，要和谁呢？你看看，东桥和夏雪在那说话呢，你还不赶快去？人家在说话，我去干啥？去跟人一起聊聊呗。去啊，妈。哎呀，快去呀！这一到正经填表了，积极性倒不高了。哎，我看那个谁，那个李金才加那嫂呢？是不是忘了？都上门收货了，都说再想想。你前两天哭着喊着要承包。让他们干了，怎么不干了？会不会有什么顾虑？怕赔钱呗。一听说承包大棚有风险，而且不是稳赚钱，都打退堂鼓了。就三个人有意向，真是出乎我的意料。难怪啊，胭脂村的人啊，干事向来慎重，一下子投这么多钱，还是让他们想明白点好。那就多给大家几天时间，让大家伙好好琢磨琢磨。慎重点好。你这个一提到挣钱，什么都不问就往上扑，那反而容易出事儿。赵书记，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出去了。东桥。刚才不是还替他们说话呢吗？说他们慎重。哦，你让我当着赵百山的面说他们胆小，脸都让他们给丢尽了。
唾沫星子费了多少才把这个大公事搞定，说不干就不干了，还不少人赵百川怎么笑话咱们呢。哎，都是一个村子的，谁笑话谁呀、啊、这脱贫工作要搞不好的话，谁脸上的污光谁都不好看。不对呀，你前两天积极性还挺高呢，怎么说不干就不干了，是不是有人在里边捣鬼呀、啊、我听说啊，这江大嫂私底下找张教授找了好几回了，让张教授给他们打保票，说要承包这个大棚那就必须得挣钱。张教授呢把丹霞村的情况也跟他们说清楚了，做买卖嘛，有赚有赔，就这样他们就动摇了。你做买卖谁能保证光挣不赔啊，你撒把盐水收的时候还有多有少的。哎，说白了，我觉得呀、啊、说好听了咱们村的人那是慎重胆小，说不好听就是思路太落后了，而且一点风险都不愿意承担，就想着挣钱，怎么挣啊。我敢说啊，如果他们这老脑筋不转变的话，永远脱不了贫。包括这个思想观念的改变啊，不是这么容易的，不是说开个会讲个话他就改变了。咱们村为什么穷啊，除了天灾再就是个脑袋瓜子，他跟不上现在的形势。是，哎呀，终于承认脑袋瓜子跟不上形势了。你是说我呢吧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说什么呢，现在时间不等人，当务之急咱们得想想办法怎么办呢。怎么办啊，就是磨破嘴皮子也得继续做工作。哎呀，可惜了我那50棵果树喽。你咋又叨叨上了，这树都给出去了，钱也拿了，你后悔也来不及了，你就别惦记那几棵老树了。哎，你没听秦爷说吗，今年的新品种卖得可贵了，咱呀、啊、正好也换他一批新树苗。对，再栽他50棵，把给出去那些啊给补回来啊。叔，婶子。哎呀，林香，你怎么来了？看见三不沾了吗？哎，他没在果园吗？我绕了一圈找他，我都没有看到他。那是不是这懒病又犯了？不会吧，前两天我看他挺积极的。哎呦，那是因为那果树还没到手。哎呦，你少说两句吧。摘果子，哎呀，胳膊疼的都抬不起来，今天摘不了了。咱们不是说好的吗？你今年好好干活，好好学习，明年给你果树。那你也让我歇两天嘛。你去不去？我不去，果树今年又不是我的，明年成我的我再去。哎呀，哎呦，慢慢来就闻见味了。土豆炖牛肉吧。啊，主任啊，晌午一块吃吗？走，屋里跟你俩说点事儿。主任，哎，这儿坐会儿。哎呀，来，哎呀，您拿凳子。来，哎呦，您先坐会儿，喝口水。对，倒水。就坐这儿，来，慢点啊，慢点儿。我们这儿刚倒了这水，给你看。大嫂啊，这儿中午还得喝口啊。啊，整两桌呗，你留下一块喝点。我再拌俩凉菜啊，你们爷俩喝一桌。你说你两个，我都快愁死了。大嫂，你说放着大棚不种，你拿啥钱养活秀秀养活孩子？你是不是在外边干着别的呢？真没有。没有，你前两天逼着我从赵百川那儿把大棚扣下，你为什么不种啊？哎呀，主任啊，你也甭问他了啊，是我的主意。我们俩呢决定跟那个夏雪啊干旅游。那东桥都跟我们说了，那干旅游一年能挣上百万。庄稼人种地踏实，我们种了半辈子地了，那我也没见有多踏实呀、啊。那大钱没见着，小钱也没多少啊。您看我们俩这情况，都有孩子了，都到这年纪了，你让我们俩试试呗。啊，反正我跟两个说清楚了，这次扩建大棚，你们要承包大棚还能便宜点，今后你们自己盖可就贵了。要不咱试。占个名额吧，咱们有那钱吗？啊？
爸，赵书记来了。哎呦，赵书记，你可来了！来来，没事没事，来来，坐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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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，赵书记。哎，老李啊，前些天不是说想承包大棚吗？我就是过来问问，咋又不想包了？不是不想包，哎呀，本钱不够。本钱不够，不是还有农业贷款吗？这贷款也得还啊，万一赔了。连利息都还不上，要是村里能打包票稳赚不赔，那我们就干。村里谁都不敢打这个包票，说让你们稳赚不赔，这能不能赚钱，还得看你们自己呀。咱们丹霞村第一次修大棚的时候，那好多人跟你们想法一样，没钱没技术，生怕赔钱。那后来咋又挣上了？村干部跟大伙说了，我们呢不能打包票让你每个人都能挣钱，但是可以打包票让你每个人都能学会种植技术。你有了技术还怕挣不着钱？嗯，啊，赵书记，你说到时候村里可以给我们派技术员？当然了，村里派的人不一样啊，不是本科生就是研究生，包教包会。哎呀，你说家种出来的菜，万一卖不出去，还不都是等于零吗？你说是不是？老李，这个你不用操心，你们种出来的东西，我们村里面包销售，而且我们对贫困户还有特殊的照顾，除了提供技术上的支援，销售上的服务我们也包了，这些可以写到合同里。爸，还犹豫啥呢？嗯。技术、农资，服务、销售，村里全包了，一条龙服务，你们吃不了亏啊。赵书记，那行，我们签。丁香，丁香，找你呢，朕。啊？咋了？一脸不高兴，谁又惹你了？三不沾，真是够懒的，没救了。咋了他？又不干活了？三姑奶奶，贾吉祥，大白天都喝上酒了，今天不上班啊？我今天上夜班。上班你还喝酒？万一又像上次睡过头误工了怎么办？误不了。不行啊，今天不能喝，我帮你保管。刚过了试用期，不能出岔子。不是，我们老板都说了，我现在我可是牛爷啊，他肯定不会为难我的。两码事啊，你要是因为喝酒误了工，照样开除。嗯，这。上个班连喝点小酒的自由都没有了。有啊，怎么能没自由呢？要不就是没酒喝，要不就是没钱花，你自己选吧。我都不选。那上班挣钱不就是为了能吃好的喝好的吗？金啊，你这个境界吧有点低。嗯，啥境界不境界的，我就是想能有钱挣，有酒喝，有肉吃。等等，你明天你要记着还给我，你给我，我下酒菜我都买好了。嗯，一定还给你。那就行，那我先走了。好好上班。啊。这还有点意思。嗯，都赚完了吗？剩下的几户啊，没有劳动力，没有能力下地，也没有能力承包大棚，他们的贫困问题才是最难解决的问题。总会有办法的。还挺准时啊，赶快准备准备吃饭了啊，洗个手。哎呀，这个雪儿，你跑的这个快，在后边叫都叫不住你。爸，赵书记让我给你的。这终于拿回来，不用了是吧？你看，我就说人家不缺嘛。你干什么玩意儿啊？给赵北川，让他收着。哦。哎，你怎么还穷大方啊？人家不缺。
30万。喂，哎，喂，丁香，你抓紧看看贾吉祥那个视频，贾牛也火了，是真牛爷。哦，对，真牛爷，真牛爷，你抓紧把这个消息啊告诉东桥，他的帮扶对象陈牛爷了。视频又不是我发的，还是你告诉他吧。你看，你这又不懂了吧？我这不是给你俩在制造机会吗？对不对？你呢，就现在去他家里告诉他，好不好？这么晚了，天都黑了。晚什么呀？一看你就不懂情调。越晚才越有情调，对不对？你过去的时候啊，再稍稍微微的，就是打扮一下自己啊啊，记得把自己打扮的有点女人味儿，好不好？哦。女人味儿，那我去喷点香水。我爸呀说让我把这个给你，让你给赵书记。哎呀，这钱怎么又拿回来了？你说这不是为难我吗？这夏主任也是。哎呀，赵书记那脾气他还不了解，他肯定不会收的呀。行了，你这样，你拿回去，你再劝劝你爸啊。哎，你啊也别为难我了。我要是拿回去，我爸他肯定会生气的。哎呀，可是你说，东桥哥，东桥哥，哎，我来，我来。啊，你说这丁香啊，凤仪、哎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坐。丁香来了。东桥哥，夏学姐啊，哎，坐，快坐，快坐，坐坐，快坐啊啊。吃水果，谢谢凤仪。哎，来吃水果。哎，小月，那个我先回去了。别呀，你吃个水果，我这还有事儿跟你说呢。哦，好。丁香，找东桥有事啊？嗯，贾吉祥哄牛的视频上网了。贾吉祥现在成红人了，大家都管他叫牛爷。哎呀，是吗？嗯。这有吗？给我看看。有。你看那么多评论呢。嘿，哈哈，哎，夏雪，你看看啊，妈，你看，贾吉祥啊，真成网红了，这火了呀。哎呦，还挺能耐的，现在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这都是东桥哥的功劳，是他帮扶工作做得到位。你别这么说嘛，你看咱们俩是一个帮扶小组的，对不对啊？如果说这工作做得到位，那咱们俩是军功章，有你的一半，也有我的一半啊。那东桥，那您得好好谢谢人家丁香啊。哦，对，您这么一说，我差点给忘了，我还欠丁香一顿饭呢。这样吧，你礼拜天来我们家，我给你露一手。哎呦，来家里干啥呀？家里哪有啥吃的呀？你还不如带着丁香到镇上吃。正好是星期天，你们年轻人也可以好好玩玩。啊，这也是，正好周末的时候您也能在家好好歇歇，是吧？那就这样，咱们到镇上，我请你吃饭，啊。哎，那个夏雪，这样，那个你要没什么事儿，咱们一块儿，人多也热闹。哎，东桥，你说你请人吃饭。一点诚意都没有。不是，不用不用请我。夏雪，改天让东桥专门请你吃饭。丁香，这个周日让东桥带你到镇上吃饭。东桥啊，听见了。行啊，那也好。东桥，你不还有事儿找我吗？啊，是。那个，我想跟你说一下这个石头城的事儿。嗯，啊，就是石头城啊，一期的这个项目规划。啊，我想跟你聊一聊。嗯，啊，丁香，丁香啊！哎呀，丁香啊，大晚上的你干什么啊？啊？妈，你有没有看见我一个项链，就是那种带翅膀的？带翅膀？啊，
晚上他找项链干嘛呀？星期天东桥哥约我一起吃饭，我想穿得漂亮一点。刘东桥约你吃饭？东桥主动约你的？嗯，东桥哥还想叫着下雪，但是凤凤姨没让。真的？嗯，你凤凤阿姨真的没让他去啊？哎呀，这么说凤凤是站在你这边的，胜券在握。东桥真的主动约你了？真的。你争取啊，一举把他拿下。哎呀妈，但是我没有新衣服穿了，我以前的衣服都过时了，怎么办啊？去买新的，妈给你报销。嗯，妈最好了。哎呀，女儿啊。雪儿，雪儿，哎呀，嘿嘿，起来啦。啊，睡得好不好啊？哎，窗帘拉好，呵，看今天这太阳。哎，那啥，昨天晚上你回来的晚，妈也没顾上问，东桥约你出去啦？妈，你就别瞎琢磨了啊。东桥找我呢，只谈公事儿。公事儿？公事儿谈完了，不就该谈私事儿了吗？是吧？人家找丁香才谈私事儿呢。哎，丁香又找他们家了。妈，年轻人感情的事儿呢，您就别掺和了。跟您说了呀，您也不懂。你说啥？哎呀，我不懂。我不懂哪来的你啊？哼，等着，我就不信。这24份大棚承包意向表，你看看，要是没啥意见的话，我就让施工队多加盖24个大棚。哎呀，你刚才翻的时候，我看好像就是没有大嗓啊。其实他是有承包能力的，他就是不干。你说这不是急死人吗？富富，你好好做做大嗓的工作呀，咋回事？啥意思啊？大嗓的工作我做不好，富鹏就能做好？那意思让他干？傅鹏是江大嗓的帮扶干部，他们接触多，走得近，这不是也是他的本职工作吗？行，让傅鹏干啊，让傅鹏干。哎，其实这个江大嗓的工作吧，难做着呢。前两天，刘主任不是陪我一块让他填表吗？那填着填着，眼瞅都快填完了，一眨眼功夫就变卦了。这几天我再去找他，那死活不愿意种地，就说啥要干旅游。他不愿意种地，我也不能逼着他吧。你说他不种地咋能脱贫呢？你作为一个帮扶干部，应该把他引到正路上来。我不是一直在引着呢吗？关键他也不跟着我走啊，主意一天三变，你说我能咋办？你除了想发财，谁都不知道他到底想干啥。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也不知道江大嗓到底想干啥，那你咋制定这个帮扶计划？我那计划不是做了吗，书记？做完我也给您审阅完了。人家不跟着做，那是他嘴上叭叭叭喊着要勤劳致富，实际行动半点没有，饭都喂嘴边了，不吃怎么办？又不是个鸟，我掰开嘴我喂他呀？你别给自己找借口，是你自己的工作做不到家，你帮扶对象都不了解，你咋制定工作计划嘛？这方面你真得向夏主任好好的请教请教。行。主任今天正好也在，那我就跟您请教一下，这个三不沾、江大嫂他们都不愿意干活，那是为啥呀？你提出这个问题就是问题，三不沾和这个大嫂是两回事儿。三不沾是个懒骨头，怕苦怕累还怕死，还向政府要救济款。大嫂不一样，大嫂是肯干活的，要不是她身上有伤，现在在城里打工呢。你把两个人混为一谈，这本身就是错误。我们一再强调，帮扶帮扶一定要因人施策，根据不同的贫困对象，采取不同的方法。他贫困的原因不一样，啊，所以你这个帮扶的这个工作，就得变换手段。那帮扶咱们不是没有经验没有模板吗？就是边实践边提高，啊。傅鹏，我也不是说在这儿给你上课，这工作要细致啊。这。二位意见居然这么统一，看来是我工作出问题了呗。知错就改。哼，啊，
行行，改改改，这就改，这就改。付鹏啊，你这个得知错就改。我改啊。那计划呢？计划，计划有啊，计划我。大嫂，大嫂，叫大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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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还上手了？哎呀，你看今天你一看到我就跑，什么情况吗？不想听你叨叨。行，我不叨叨，你只要把这个意愿申请书交了就行。有完没完？我跟你说，现在想干旅游，旅游买卖，不，你是不是以为所有买卖都能挣钱啊？不是的。你那是光看到狼吃肉，你见不着狼挨打。我跟你说，做买卖啊，赔的那倾家荡产多的是。行行行行行，你不就是想把我唬住吗？啊，哎，你的任务是帮助我脱贫，对不对？不是逼着我去种地吧？再说了，我们贫困户也有自己想干啥的权利吧？首先，我让你种大棚呢，并不是为了完成我的任务。其次啊，也是最主要的，我觉得你真有能力把这大棚种好，然后能靠种地脱贫致富。对对对对对，谢谢啊，你真高看我了。哎呀，种地活干不了，干不了，都不是大问题，咱可以学嘛。学，还有学不会，你就帮我想想啊，我到底做啥买卖啊，能赚着钱。嗯，这样，你现在开始跟我担保，你靠自己。能脱贫能致富啊，然后我也就不逼你上课，我也就不管你了，行不行？不行。你看嘛，还是不行。听我的，上课去。上课啊。现在这什么问题都没有，但是有一个什么呢，就是这格式对吧。哎，来了，吉祥，丁主任，我的酒呢？吉祥，还喝呢？你不怕粉丝失望吗？粉丝？啊，谁的粉丝啊？你的粉丝？我的粉丝？你来，我给你看啊！你看见没有？养殖场把你哄牛的视频发到网上了，你现在可红了啊！看见没有？这都是夸我的啊！你没看着怎么说呢？都看到牛非常听你话。你看这儿啊，给牛爷点赞，30万人都喜欢你啊！哎呦我的个老天爷啊，有这么多人喜欢我呀？那可不。你赶紧叫我这怎么看？吉祥，你买手机了？老板给的，说是为了方便联系。你看叫我这怎么弄怎么弄？你听我说啊，这样，你看这个软件了吗？你拿这个拍一下，下一个这个软件就能看了，啊。吉祥，要是你的粉丝知道你每天喝得醉醺醺的，那得多失望啊！哎，就是，行了，先别高兴了啊。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俩啊，把你给叫过来是什么意思？就想劝劝你，把酒给戒了吧。肚子这里边有酒虫子。知道你肚子里有酒虫子，没让你一下就戒。你循序渐进的啊，一点一点戒。我戒，我肯定戒。哎，吉祥，你说的啊，你发誓，要是你戒不了的话，你这辈子娶不到老婆。我发誓。三个。我发誓。嗯。我要是再喝酒，我就娶不到老婆。那丁主任，今天的酒你先给我，回去慢慢戒吧。那你再回答我个问题，三木沾去哪儿了？他去果园了。别替他打掩护，我去果园找他好几趟了，根本就没看到他。他真的去果园了？真的？啊！现在就去找他。走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哎，那我的酒呢？我给你拿着呢。啊。好，咱们今天的课啊，就上到这里啊。你们回去呢，看看笔记，好不好？啊，带上自己的本子，下课吧。啊，好。嗯。下雪。哎，下雪。来来来，来坐。嗯。蒋书记。哎。您看，您每次来村里上课的时间就那么一点，我还打扰您，我心里特别过意不去。
别这么说，快坐下。啊，有什么事啊，尽管来找我啊。嗯，这是丹霞村的这个旅游规划是吧？嗯。不错啊，我觉得这个乡村旅游里边应该多设计一些跟游客互动的项目，什么民歌比赛呀，这个民俗体验呀，热闹一点。互动项目最具人气了。嗯，是。户外运动季，这是不是有点跑偏了？我也觉得有点不成熟。民宿游还把以前农家乐融合进来，体育游确实有点不搭界，是我急于求成了。哎，不，也不是完全跑偏了。现在国家很重视这个乡村振兴啊，但是这个乡村振兴的战略啊，是一个复合的政策体系，在这个政策体系里边，这个农村的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。您的意思是扎根于农业，在农业的基础上开展二三产业？对，完全就是这个思路。咱们不能搞旅游设计啊，就光想着旅游，啊，我们还得想其他的，把其他的融合进来。我明白了，旅游策划案要根据丹霞村的地形特征、季节性、村中主产以及村民的融合度等等来综合考虑。嗯，不能看山只是山，得看山不是山才行。嗯，你果然是一个聪明的好策划师。你看，看见没？哎妈！40万了，四叔，真是40万了！你看，这都是夸我的，看见没？啊，你成明星了！你这个视频是谁拍的？谁把你捧红的？养牛场的监控。监控啊，这监控器可真神啊！牛为啥服你啊？我人品好呗。我跟你说，如果是果园也有监控，我一样很火。我也能成明星。行，是，不喝了。我得为我的粉丝负责。哎呀，我不喝你也别！哎呀，三不沾，这！哎，你就说我不在啊。三不沾，哎，小吉祥，三不沾呢？你今天为什么不去果园啊？你给我说说。我去了又回来了。你就撒谎吧，人家丁副主任满世界找你都找不着，你那果树还要不要了？要呀，就是累得干不动了，胳膊也疼。胳膊累了，动不了了。你动不了，你能赚钱吗？他也没给我发钱啊。哎，不是跟你说好了吗？给你果树啊，明年那果树不是钱啊。你现在不干活不学习，那果树能种好啊？哎呀，我是胳膊疼的，真干不动了。你行了，你别装了。我没有装，是真疼啊。你真疼啊？那你就在家好好歇着吧。明年果树不给你了。你说你啊，我告诉你，你这么下去，哪个帮扶干部都帮不了你，你怎么脱贫啊？我说什么？你慢走。哎，我要是脱不了贫，你俩吃不了兜子走。别喊，别能走。你干啥去？告他俩去。什么事？还说我装？上哪儿告去啊？张书记，张书记。嗯。张书记。三不沾，怎么呢？我找你反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想换个帮扶干部。为啥要换？这丁香能力不行，他态度还不好。丁香？不会啊，他的工作一直是很积极的呀。他积极有啥用？我还不是没脱贫吗？他还说不给我果树了。谁说不给你了？丁香吗？你是不是没去果园干活啊？我去了，我干了一会儿，累得不行，我就回来了。哦，累得不行。你是不是摘个苹果胳膊就疼了？啊，那今后把果园交给你咋办呢？哎，算了，你听我的，你呀、就回家，倚在沙发上，哎，头一抬，嘴一张，天儿馅饼啊，下来了，告诉你。夏主任，你咋跟丁香一样呢？你就会挖苦人。赵书记，你要给我做主，给我换个人，我换付鹏。付鹏帮扶的江大嫂也还没脱贫呢。东桥帮扶的贾吉祥脱贫了。东桥我也不要，
他态度也不好，不妨秋风皂白，光听丁香说，我就干活累得不行了，他还说我是装的。三不沾，他们的工作态度、工作方法有问题，我会批评他们的。你能不能再给丁香一次机会？那他要是还找茬不给我果树咋办？我一定给你换人，我来帮扶你，我给你果树。赵书记，你说话算话呀、啊？夏主任给我作证。哎，这个我可以作证。好，赵书记、夏主任都发话了，那我就再给丁香一次机会。我可说了，我要是脱不了贫，我还来找你们。我走了。你说他懒得不行，他还给人丁香一次机会？丁香会有办法的。您别忙他了，我自己来吧。没事，东条，三不沾今天来找我了，要求更换帮扶干部。什么意思？